努力啊，希望说有一天真的是让这个啊，就是把中华台北啊，它改回台湾。嗯嗯。希望有一天证明成功了。好。奥运证明这个当然，只要有一点可能性，我们都不能放弃。那我们尽量要努力。事实上，过去这个也曾经用台湾用过台湾这个名地，我们要继续努力啊！哇，就是把台美制的国旗放在一起。嗯，就台美友好这样。啊，对，那个对台湾的重视可以说现在。日本虽然他在外交上没有正式承认台湾，但是在行动上是以一个国家的规格在对待台湾，就让人心动。嗯，就包括之前送疫苗啊，还有那些一连串的。先生，对啊，我今天早上好，今天早上好。